拍着没事，转一下，捏着这个，给你这样，给它捏上，好，搁在手里，搁在手里头，哎，搁在手里啊，捏这角，你看奶奶这个啊，你看着啊，牛牛，嘿，开口笑了啊，这估计是我包的，妈呀！我要给你们做饺子馅儿，爸爸，人吃的呀，那我们也行吗？不上。非得给抖出来不可。不是，烙饼不也用的这个吗？你这么厉害呢？我学会了，跟奶奶学的。嗯，好，你等我擀出皮来，你包啊。妈妈就说反，对，妈妈说反话了，是吧？捏上，好，搁在手里，搁在手里，哎，搁在手里啊，捏这角，你看奶奶这个啊，你看着啊，牛牛，你看着，你看这不捏好了吗？哎，对，行，他们这没关系。好了，捏住了吗？没捏严实啊，一会儿煮完了该流了，使劲捏它，给它捏，嘿，嘿。嘿，真棒的饺子，嘿，我包的饺子，这是牛牛包的饺子，真棒，比妈妈包的都好看，真厉害。下一个，这是我的，那你的，我给你弄这个。这是你的，别给我馅弄歪了啊！行，你怎么那么振振有词的呢？妈今儿包这饺子还能最起码能看吗？行，这是你的，行吗？你看怎么弄，给他俩对上那什么。捏住了啊。有点破了。
包的饺子几乎个个要破，个个要开口乐。别捏底下，捏上头。看我这个。你妈这勺可能有点大，所以每回那馅儿快的有点多。这叫拉不出屎赖毛子，知道吗？看我包的饺子，您看。哎，真棒哎！我发现儿子你简直太厉害了，学什么什么那么快，是吧？这是我的。你的。给你录了没有？没人给你录了。我给你拍一个，你把你整个人拍上来。嗯，包吧。这是我包的。嗯，真棒，再包一个。奶奶，你把馅儿搁上啊！来，我也搁好馅儿，你自己弄啊。好。就差一个了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一会儿再包剩下的，这会儿不包了。搁在手上，搁手上那么着也行。捏这，对了，真棒！好，这边，可急了，嗯，棒的，是不是？我弄的。嗯，这么看，那这是我们包的，好看吧？来，你手托着，给你录一个，这是你包的，好看吧？行吧，你真棒，好了。开口笑了啊！这估计是我包的，妈呀！大片汤的干活，得嘞，吃吧您嘞。是吗？对，剩了点我就炸成排叉了。这肯定更好，行。
功夫呢。